七天前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弟弟来找我，他被人杀害了。梦里他带我去看了埋尸的地方。DNA 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断手和尸块都属于李毅。信那是梦吗？这女的肯定知道什么。是我害死，如果我忘记了，就是背叛。李毅就算扛不住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能杀了你吗？我啊！你想听吗？他的心跳。后来我想，他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？这个世界并不存在，也不存在轮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在坚持什么？